一拳上去。好，那目前是个1-0的比分。第二张地图是来到了 NI 这张地图，那我来问一下，这张地图上坦瑟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吗？这张图的话，这个我喜欢，因为不是因为后面三个字，是因为她叫我妹妹。就已经很少会有人叫我妹妹，一般都叫我奶奶，所以我觉得叫我妹妹的我都特别喜欢。你真是帅哥，太有眼光了。好，我们回到比赛，你觉得这个 NI 这张地图上这个有没有什么样不同的战术呢？ NI 这个图英比可能还是会选择开矿嘛，但是人族开矿的时机有很多，比如说上来练三开矿，然后还有你二本刚升好的时候开矿，还有二本就是打先爆五十人口打一架才开矿，所以人族内战开矿的节奏变化还是有的，也要看一下英比这盘会怎么，会不会继续延续上一盘的开矿方式吧。确实，好，目前比分是英比1-0领先，让我们期待双方第二局的对战。欢迎收看 WCG 2019世界总决赛魔兽争霸三项目四进二的第一场比赛，目前是英比1-0领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地图上面的出生点位，左下方蓝色人族，中国的选手英比；右上方红色人族，俄罗斯的选手 Hawk。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双方那个开局啊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选择，依旧还是用本族英雄的一个首发。开局上来说应该不会太大变化，因为现在几乎很长一段时间吧没有看到人族内战 MK 首发了。以前的话玉米比较爱用 MK 首发，但是后来已经几乎很少，没有人不仅在打人族内战吧，可能打兽族啊打亡灵都看不到 MK 首发。 MK 主要现在还是作为一个二发英雄吧。其实以前的话人族还是有各种各样就是不同的一些开局上面选择，包括很多时候在 TM 上的一些什么双敲一些战术啊，或者是半双敲的战术，但现在大家都还是以经济最大化，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战术虽然说大法师出来会比较早一点，但是对经济的这个损失还是很严重的。也是随着现在魔兽逐渐成熟吧，所以大家可能已经就摸索出了觉得最好的一套开局。是的，就是现在用的这个英比还是三个房子。这盘的话英比家里面还是留了一个蛮大的口的，并没有封家啊。你看这个三个房子是贴在一起，祭坛和基地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口。浩克这盘应该会好好的侦查一下对手开矿了，你刚才也是吃了这个侦查不利的亏啊。是的，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Hawk 这一局的一个选择，因为他几乎打人族内战，我们看到这好几局都是科技为主，科技走二本，然后一个法师部队这样的一个配比。其实我觉得 Hawk 来说 ，Hawk 这个选手，他打比赛相对来说他是缺乏一个变动的，他可能不会变，他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那种，就是我先看你怎么变，然后我自己来再做针对的打法，他不会主动求变的。可能他会的这个战术或者他自信的战术不那么多，他就把他自己觉得很近战术一套发挥到极致。是的。好，两边的第一个 MF 点位都是一样，都是自己的分矿。回复指环。回要这个图前期给大法师是一个非常好的宝啊。对。这边血牌就差一些了。这里上来双方应该都不会
练完风矿应该都不会开，农民先回去，想开的话可能要等到后面了。嗯，大法师到三以后啊，或者升本了以后。眼睛好，英比这盘的保护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哎，这个福特曼想摸那个农民，但是这里再摸下去可能自己有危险。这福特曼应该还是有想法的，他可能一会儿会再钻进去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果然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这个农民表示，哎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啊！这福特曼一直惦记着自己。他表示我很想你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好久不见了。这局的话 ，Hawk 这边侦查他也做得非常的好啊，他前线的一个福特曼也是一直在看着英菲练级的路线。其实到现在魔兽的话，除了是这个操作和大局观，我觉得侦查也很重要。像上一局，我觉得后就是吃了侦查的亏。是的 ，RTS 游戏的话，侦查应该是最重要的吧，毕竟是一个策略游戏，你要根据对手的变化，然后自己做一些选择。好，这局的话，两边都选择升本。Infi 早早的造了一个伐木场啊，感觉又有开矿的意思，因为开矿的话非常需要木头，他早造个伐木场的话，可以增加一下自己的采木效率。这边大法师到三，大血瓶也还不错。这盘英米的宝物确实还是比较好的，每一个宝都可以说是最好的宝之一吧。回耀，然后眼睛，视力加三，还有大血瓶。嗯、哇，这边浩克的大法师有点肉啊！是的，血牌加成三八百血的大法师。英比是525血，英比，但是英比这边吧，他虽然血比较低，血量上限比较低，但是他有个血瓶，还有回啊，他的回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续航能力会比较强一点。这里，但其实他的这些道具的话，如果给个28英雄的话，可能会非常的有用啊。是的，这里双方都是前期并没有哎选择去。嗯，可能对对方进行骚扰。Hawk 的话，你看他前面几局啊，就是包括小组赛，他都是大法师到三以后选择第一时间去对方主矿进行一波骚扰。这盘 Hawk 也是没有过去了。这里 Infi 插了一个眼，要练中间的大点了。Hawk 这边练级节奏明显慢一些，还在家里补给。哇，这里 Infi 又优势了。这个点如果能拿下来，看看是什么宝。前期的话，骷髅书啊，加血棒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吹风棒也不错。什么宝？哎，大法师来了，别被抢了，卡一下。还好，大血石，哎，那有点重复了，这边加血的宝有点多。这边被叠死到一个步兵。但这波抓过来的话，也是打断了英比的一个练级。英比这边，哎，野怪这边也有点伤，对，也送了一个步兵。哇，这个野怪是东打打西打打。这里英菲在中间有一个眼啊，所以 Hawk 如果想偷是不可能的。有个眼，哎，他放了他、嗯，这个放一个水人，他有一点想偷那个五级怪的意思吗？这个水人放的有点啊，有点莫名其妙的。但是他有蓝也无所谓，反正他蓝够，先放出来吧。这里是围住了英菲的一个水人吗？哎，没有围住，钻出来了。但这边的话，其实Hawk大法师被点的还是有点残的。Infi 也是把Hawk大法师也赶走。血很多，这么多血，已经被点了400多血了。他如果是500多的话，现在已经红了。这边Hawk大法师有一个紫药瓶，嗯，可以把紫药瓶给一会儿找个机会吃了。双方还是 MK， 这盘Infi要选择镜像开了。这盘是镜像了，是的，也没有说选择，出个熊猫去开矿什么的，就实打实跟你拼正面了呗。这一波，这里在中间 ，Hawk 的中间是不可能转的，因为英比有个眼睛，他时时刻刻能看着你在干什么。但他现在很痛苦，也他要练级，但他又练不了，他一练英比就过来。而且这里大法师被点得很残呀，这个 MK 来了，有没有机会锤锤？可以锤住大法师。大法师的话是有一个大血瓶围住他，好，哎呀，走出来了。这一个失误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嗯、但是还有锤。但是 MK 还有蓝。
英菲的福特曼已经赶到，想锤已经有点难了。大法师现在要浪迹天涯，这边是浩克大法师。是，这里再锤已经不行了，英菲 MK 赶到，英菲 MK 也来了，想围浩克的 MK。好，这边步兵过来顶一下位置，保护一下。哇，但是这边步兵怎么办呢？点死一个 MK 还有锤，再一发锤，好，下面应该是再走了一个步兵。那这样的话，浩克是伤了很多步兵在这里。而且，浩克这边还要补给啊。这边哎，英菲看感觉优势开矿了，浩克这里这一盘是看到了，这盘是针对的很好，一个福特曼一直在疯狂侦查。上一盘吃了亏，这盘是长了教训。浩克追出来一发锤，这一波看野怪帮谁啊？野怪帮谁？一换一。英菲的福特曼明显多很多啊，因为英菲前期还是比较优势的。浩克前期损伤了很多的步兵呀、啊。而且打英雄的话，英菲这边呢还有一个大血瓶呢，我记得。血石还是血瓶？这里他有一个血石。互换兵的话，给了 MK。浩克这边。明显是换不过啊，明显换不过，已经没有福特曼了。英菲的牧师赶到战场，现在浩克也他阻止不了对手开矿，于是浩克在上方也是自己开了分矿，虽然是慢了一些，但是我觉得开矿应该是他目前能做最好的选择了。但是他现在正面是完全打不过，英菲的 MK 到了两级 ，MK 还有一发锤，看锤谁。锤了一下牧师。好，再次击杀一个牧师。是的，英菲也没有弹，现在觉得只要你杀牧师就可以了。是，英菲在正面优势非常的大呀，浩克现在只有两个牧师了。是，你看一下英菲现在44人口。而且英菲这波打得很聪明，分了三个福特曼去骚扰你的分矿。浩克只有34人口，这正面就已经差了10人口了。是的，正面大法师 MK 在带牧师和你玩，然后这边福特曼，好的，这里分矿也发现了，这一波。骚扰很难受，踩不了钱。浩克想过来救，这是诚意十足，三个步兵就来拆你的分矿。民兵也敲出来，这波分矿什么时候能敲好呀？一直敲不好很难受啊！赶快敲起来，先把分矿敲起来先。甚至你敲好都不一定有命踩，但是你这个分矿还是要敲，你没得选。这一边浩克能不能找机会杀英雄啊？这边给一个锤，先收一个牧师，能不能收掉呢？能啊，这不是能收掉，但是自己的 MK 很危险，危险一个霸血，好漂亮。MK 倒下。那这里浩克完全打不过了呀，这个没有了 MK， 他就不存在把对手打英雄打 TP 的一个剧本。再收掉一个牧师，无限战损。那英菲现在离决赛的门票已经是越来越近了。这个分矿虽然是开好，但是这个分矿完全是投资还没有收回来的状态。这分矿等于说一直在给对手送经验啊，现在。但是没办法，这分矿既然开了，我就一定要守。但现在后面问题是我拿什么守呢？我没有兵啊。现在 MK 也没有，哎，想围大法师，强行围 MK。MK 有血石有回啊，你打得动吗？是的。来打我 ，MK 现在很嚣张，我两条命换你所有部队，打我。根本打不动这 MK， 哎呀 ，MK 升级三级 GG， 我们恭喜 EVE 晋级 WCG 2019世界总决赛。